亲爱的朋友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，太开心！今天跟大家开直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收到热腾腾全新的2021年的皮夹。最近呢，真的很多的粉丝，尤其是头号粉丝，一直问老师今年的皮夹出来了没有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，今年真的是大升级哈！这个去年已经是豪宅了，今年变成大豪宅，前后阳台都具备了。OK， 好，那我就来跟大家来开箱。那在开箱今年的这个2021年的这种爆发财库皮夹之前呢，我想还是给一些朋友就是一些良心的建议哈，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其实很多事业成功有这个事业有成的，还有这个在财富的获取方面，你感觉他特别有好运气，特别顺利的朋友，其实都是很珍惜金钱的，很爱惜金钱的。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说，我也很爱惜金钱，为什么我没有钱呢？那你有没有好好的对待你的钱？好，在日本呢，就有一些会计师专家，他们出了这个有钱人都用藏夹的这样的书。为什么有钱人都要用藏夹？好，那我在这里呢，也提供给一些尝试给大家。那大家呢，你也可以把你的皮夹拿出来哈。有钱人一定要用藏夹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钞票呢，是有能量的。那钞票这个能量呢，要放在好能量的地方。好，那一般钞票都是长形的。好，那如果你长形的去把它，比方说你的皮夹是对折的，那个就是赚钱鞠躬又哈腰，你的钱都是对折的。好，所以你所能够得到的财富呢，就会很局限。而且都被打折了哈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很有才华，然后也很努力，然后赚钱很辛苦，是因为你不懂得好好的去理财。那当然理财有分很多部分，有包括你的投资理财，你的储蓄，那有一个很简单的，就是随身的藏夹，就是我们随身的财库。如果你连随身的财库都没有办法顾好，钱如何爱你？好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对待钱。我相信每个人回到家，看到家里窗明几净的，然后就是感觉睡起来特别舒服，住起来特别的舒服，然后家庭和乐，夫妻同心哈，那孩子也听话，那你就会觉得你没有后顾之忧，出去外面赚钱就会特别的开心。但是呢，如果家里不干净，比方说你的皮夹是破损的，那个一定不能用，因为代表你财库已经漏洞了哈。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去珍惜说，我这个皮夹是多少钱买的，如果他财库一旦破洞了，其实多少钱买都不用再留恋了哈。还有如果说掉漆，不管你是皮的、布的啊，任何的材质做的，真皮的也好，假皮的、环保皮都一样，只要它掉漆了，这个就代表你的财库已经落惨了，这个也不能再用了，不管这个皮夹多少，不要再珍惜了。还有皮夹如果已经有破损或者是变形，你知道有些人的皮夹买来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形状，但是后来它变成就是凹凸不平，因为你里面可能塞铜钱啊，塞铜板啊，然后所有的收据啊，所有东西都往里面塞，那你的皮夹很容易就爆了，有些人还拉链还拉爆了哈，这个你一定不要再用了哈。换掉旧皮夹，好，改变新思维，你的财路呢就此大发利市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有些人的皮夹不是用拉链的，是用扣的，还有用魔鬼粘的，这些都是不 OK 的。好，为什么皮夹一定要用长形的拉链？因为拉链呢，它几乎就是没有缝隙的，而且它一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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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连接一个，很像那个相生循环无端的那个感觉哈。那我们的长夹一定要用拉链，是因为财运不破，财库不漏。如果你是用那个 W 的，或者是用吸铁的，或者是用还有哪一种的，
哦、魔鬼毡之类的，这些呢都是代表你的财库都是有漏洞的哈。我相信每个人的八字呢，有些人是天生有财库，有些人天生没有财库，有些人是财库受到冲克，有些人是财库有破洞。不管如何，我们不要向命运低头，不要因为我们的命里没有这样子，我们就不追求了啊、哦。我从小就是一个苦命的人，但是我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所以我的奋斗，所以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哈。我也不敢讲我多大富大贵，但我已经很知足了哈，我的人生我已经很满足了。那我也希望你可以早日达到你的想要的境界，特别是你可能还是家里的顶薪柱，你是要担起一个大家族的这个责任的，或者你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干部也好，老板也好，你要养活很多员工，你势必有很多的压力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，这么简单教大家用皮夹来整理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财运，为什么我们不去用它呢？好，那我再跟大家讲，大概二十几年前呢，我也很喜欢买名牌的包包，买很大的包包。那我师父呢，每次看到我用这些名牌包包，他说名牌也不错啦齁，那但是你这里面没有钱母啦齁，我说哈钱母，然后我师父呢就立刻做一个钱母给我齁。那我就问师父说，为什么财库这个皮夹为什么一定要有钱母？他说齁，狼你冷咖急细咖齁，你要去追钱太辛苦了，一定要让钱来追你啊。怎么样可以让钱来追我？你要有钱母的帮忙。钱母是什么意思呢？让你钱滚钱，利滚利。你有钱母的帮忙，有时候你半夜在睡觉，你网站还在做业绩哦，你知道这个意思吗？齁，就好比说有时候我在这个 YouTube 丢了一些影片，我觉得很好看，诶，怎么看的人很少，就隔天醒来一看，哇，怎么这么多人？为什么？因为在我睡觉的时候，跟我不同时区的人都在看我的影片。好，那虽然那影片我没有赚钱，可是当我可以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已经广结善缘了，那我也已经赚到钱了，那就是我的利益齁。好，所以呢有没有钱母的帮助真的很重要。还有呢，好的皮夹里面呢一定要有财神小物。那什么是财神小物呢？每一年的财气方向不一样，每一年的整个社会时局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用到好的财神小物，是可以帮我们转变，变得磁场更好，变得跟钱跟财神更有缘分，那这个就是财神小卡、哦、所以呢，好，这些几个呢就是我跟大家简单的报告。有钱人一定用长夹，不要再用那个对折的钱夹了，真的鞠躬又哈腰也赚不到钱，而且赚到的钱也没有很开心，也不一定存得住、哦、所以今天开始跟宇阳老师一起来用长夹、哦、好，那今年呢这个上半年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其实下半年可能还有很多的公司陆续有这个裁员啊，甚至公司倒闭的这些问题哈，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大家还是要努力防疫。然后呢，我们一定要跟财神做好朋友，我们一定要随身随时这个掌握好自己的财运，一定要随身把我们的皮夹照顾得好好的。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。我们一定要爱钱，我们要让钱感觉住在豪宅里面。我的师父说一句话哈，他用台语讲，就是说，钱哪要赚给村，都爱藏给村。第一个村就是存下来，好的意思。那第二个村就是要把它放得伸展。你的钱呢要伸展，就好比你睡在床上，如果你是一个身高180-170的人，然后你睡到一个只有150公分、160公分的床上，请问你会睡得安稳吗？你不会安稳。可是如果你睡一个哇200公分长，然后 king size 哇180公分宽的，你可能就可以翻滚哦，在床上翻滚，多么的快乐。今天呢，今年2021年的钱包就是要可以让你翻滚，全部大升级，全部大要进。所以啊，我要说，如果去年我的钱包叫做豪宅的话，那么今年叫做超大豪宅，而且有前后阳台。现在就为你们开箱好吗？对，我要发，跟着老师一起发。好，首先呢，
你会看到一个精品级的盒子，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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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面有宇阳真品哈。所以呢，诈骗集团不要再仿冒我了，你们买我的东西一定要认明我们开出去的发票，还有呢宇阳的 logo。 好，那你可能很好奇，诶，老师，为什么你的皮夹会用白色的秘籍在里面？等一下告诉你。好好，那这个我是第一个得到 的，而且我已经换好我的皮夹了。等一下让大家看我的皮夹。我必须要说，今天我真的是觉得，我从六年前吧，我们卖皮夹到底几年我都忘记了。应该五六年有了。好，不管几年，六年之类。我去年呢用了那个皮夹呢，我觉得我今年呢，真的可以说真的是天翻地覆的大翻盘，好，大翻盘。我觉得我的这个随身财库带给我太大的幸运了，我分享给你们，但是因为我这个全球还是有限量，所以每一年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结缘到，所以呢，我抢先跟大家来开这个直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，这个是一个礼盒哈，还买不到啊，打开之后，现在还买不到哈，但是要先开箱，要先开箱，那大家一定要先看怎么用。那之后你拿到的你才会很欢天喜地的来用它哈。好，打开之后呢，好，首先有一个红包袋，我先拿开等一下再说。然后呢，有一个宇阳老师给大家的这个祝福，还有后面有日常保养的方式。然后这里有一张精品名牌都会有的单子哦，都会有一个保护膜。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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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，怎么没有配乐呢？怎么老师自己配乐？哇，今年呢？今年呢？就是我算了，2021年最大发富贵、最有财运的三个颜色来给大家看。好，等一下再给大家看细节。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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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们说哈，我做皮夹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的高兴。因为呢，我每一年对我的商品的品质呢，我总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再更好，我们要再挑战，我们要再进步，我们要让我们所有的粉丝收到皮夹的时候呢，赞叹老师，感恩老师。OK， 好，三个颜色哈。那首先呢，这个叫权贵黑，等一下开箱给大家看。这个叫权贵黑，哇，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要这么的设计。大家想不想要？这个大家想要吗？这是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所开发出来，今天啊，我手上拿到热腾腾的，隆重跟大家介绍的。刚刚那个是权贵黑，这个呢是财库棕，它是棕色的。好，你要说它是土型也可以。财库棕有没有很美？美到爆的爆！来，好好看它的质感。等一下，我再一个一个秀给大家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颜色呢，叫做贵人红，锵锵锵锵！这是本人我的皮夹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已经启用了。我今天一启用它呢，我已经得到两个大贵人的协助了。等一下来跟大家讲，好，好，看起来很像鳄鱼皮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好，真的是不是漂亮？每个人都说质感实在是大升级，然后大小跟去年比起来，比去年的厚，比去年的厚。比去年的大又长，为什么呢，老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大升级呢？因为2021年是金牛年，那牛是大财库。如果我们想要掌握住更好的财库、更好的财运，那必须要有更大的豪宅来装我们的钱啊！所以我们今年呢升级到大要进哈。好，现在在豪宅里面滚。钱还可以在豪宅里面，我拿黑色来做比喻好了。来，这是黑色的，来给大家看有没有很美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如果是你，我三个都很想要，但我们今年不可以
三个都想要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我要拿到这一些原物料，我今年差点呢出不来，因为呢这些都是意大利的皮革，哇，因为太高档了，然后今年疫情太严重了，真的没有办法满足到所有的朋友，所以就只有支持头号粉丝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哇，这个财库中再给大家看，哇，其实不管男生或女生，你拿到这个，你真的是会爱死他，哦，太美了，是老师太美还是皮夹太美呢？好，然后呢，大家知道呢，老师不会让大家失望，都会送一个小财库。那为什么要送这个小财库呢？我想有很多的这个我们很资深粉丝都知道了，就是大钱小钱要分开。你知道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的皮夹里面就什么都往里面塞，那其实钱夹它是要一个很正的能量，那长夹放的就是钞票，所以你的钞票就不可能塞在这样子的短夹里面。同样的，你的零钱也不应该塞在这里面，因为你塞太多的零钱，真的会去占据大钱的空间。请问你愿意，就是本来是要赚大钱，然后变成赚小钱吗？我相信你一定不愿意。可是你不知道这个道理，老师无私的跟你分享，你的小钱一定要有个小钱包，你的大钱就是钞票，一定要有一个长夹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大钱小钱一定要分开。那不要小看小钱，小钱你要尊重它，小钱你要给它住豪宅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给大家看看它的内容。好，大家喜欢看什么颜色呢？都一样，什么颜色都漂亮。好，首先呢，为什么你看看外面的这个编织纹有没有很漂亮，而且有没有像水波纹，哇哦，水波纹有没有感觉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这就是天罗地网，天罗地网把我们的钱财呢，这个一网打尽，不要有漏网之鱼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有一个模拟宝珠，你收到的时候它可能会收在里面，你不能收藏。好，这一个呢上面就是模拟宝珠，它就是会变化无数的财产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它有很多小圈圈？还记得我有跟大家讲过吗？心情不好的时候转圈圈，然后点还香也是圈圈绕圈圈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转圈圈呢？转圈圈就是一个大开运，就是一个吉祥圆满的开运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个拉链呢一定要用拉链，因为拉链呢就是可以让你财库不漏，财运不破。打开之后，先不打开，来，大家看到今年有多一个夹层，即便是夹层哦，这个是外层哦，里面都有看到满满的牡丹花纹。老师这个做工有没有很好？这个一级名牌，这个卖20000块都不为过哈，这个里面都有牡丹花纹哈。那这个呢是外财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就是说我们出门在外，有时候我们会认识到一些好大贵人，然后他给我们名片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给他储存在这里，把它暂时储存到这里，晚上回去再把它整理起来归档。这个就是外财，也就是说今年的这个皮夹呢有分外财、内财、秘财三财，天人地，天财人财地财一次到位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打开里面，皮包空间变得很大，这个就是前阳台之前的皮夹没有，前阳台就是前阳台哦，还有后阳台。好，你收到的，我现在开箱给大家看，收到的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把里面的这个保护膜呢一层一层的拿掉，这个纸条一条条拿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内部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先来从一个秘材开始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皮夹打开跟去年完全不一样哈，多了升级大升级。来，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没有边的，来看到有没有？有一个没有边的，好，这个呢叫做财富无边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加这一层呢？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后阳台。为什么要加后阳台？
每天你出门也许有什么要去缴水费啦，然后缴电话费啦，或者是你有收到这个你停车的缴单子啦，还有这个你收集的发票啦，也许他们给你集点卡啦等等，你会一边都是跟钱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这会影响你进财的能量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账单呢全部放在这个财富无边的这一个地方，好，然后呢这样子一回到家呢，你就很简单，就把财富无边里面的那些账单全部都拿起来，该归类的归类，该去缴钱的，好，做好注记，我们要去缴钱了。好，那这个的意思呢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，所以你每天回家都应该花几秒钟一分钟去整理你的钱包，让你的钱包永远就是保持一个瘦身苗条的身材，好，出去准备赚大钱的，可以放更多的哈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示范我自己的皮夹来给大家看我是怎么装的。哦，还没有讲完啊，还是要一个一个讲哈。好，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有88对貔貅，公母貔貅。那卡夹呢这边有6个，然后这边有4个，两边都有哈。然后里面的内衬全部有满满的富贵牡丹花，满满的富贵牡丹花。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我要怎么用哈。好，然后呢这里一样有宇阳老师的祝福，老师学习藏文书法5年，这里帮你写了一个进财如意。好，这里帮你写了一个进财如意，让你所有的钱财呢住在里面呢都可以进财如意哈，花钱也要如意，那进财也要如意哈。好，好，那中间这一层呢就是我们的秘财库，然后秘财库里面呢这一张是干燥剂，你可以不拿掉，就给它继续放，它是一个干燥剂，这是很先进的哈，不是一包，是一张纸干燥剂哈。好，那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富贵牡丹，那这一个呢拉链跟往年不一样，来你看这个拉链是可以拉到下面的，去年的拉链是你只能拉上面，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全部打开，那这一个钱包是可以整个打开，像一朵莲花，有没有？像一朵花，好，让你有钱花富贵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从秘财开始讲，那因为我的皮夹已经装好了，那这是我今年自己要用的皮夹，这个是藏红色，好，我个人很喜欢藏红色。好，那有人说皮夹不可以用红色，那个叫做赤红色，就是正红色，所以老师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老师都会避过真正的正红色，我都是用这个藏红色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是老师今年的自己本人要用的皮夹哦，我好喜欢哦，我看了都心情都好了，本来心情已经很好了，看到这个皮夹都好想请人家吃饭哦，好想从这里掏钱请人家吃饭。 好，你还接得很好哈。好，那老师会怎么放呢？首先呢我先跟大家讲钱母的部分哈。钱母是这样子的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钱母呢？那今年的钱母跟往年又不一样哈。来看到金细细，那这个钱母如果你收到，它是会放在这个红包袋里面哈。好，那这一张是我的钱母，来大家看哦，它是有三个颜色，看得出来吗？它有黄金色、银色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，这是蓝色的线条。还有三个颜色，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这上面的这个网状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编织的网状就是天罗地网。那有一个聚宝盆，因为呢，明年是财库年，一定要有一个聚宝盆。然后呢，貔貅总共有12只，让你12倍爆发，让你一年12个月，每一个月都发。你知道吗？生肖运势有时候这个月好，这个月不好，对。但是我们有这一张钱母，我们12个月的财运都会很好。然后上面还有几个八？9个8，有没有？就是发99，99发哈，都可以。好，那这一张钱母呢，你要怎么用呢？如果你是台湾的朋友，我请你呢放1000块最大面额在这个貔貅的前面，好，让它闻味道。那我个人呢，因为我全世界的粉丝都会跟老师买东西，所以我又准备了一张美金放在这一个钱母的后面，让我的貔貅前后都在闻哈。
那另外呢，马来西亚老师也有公司哈，所以新加坡的朋友也可以在马来西亚的公司的这个 app 去下单。所以我又准备了马币放在新台币的前面，好，然后呢这样子做了之后呢，老师这里有很多的貔貅，有很多的貔貅，然后这里有进财如意，然后呢我就是把它放在这个最边的夹层里面，因为通常你不会去碰它。那我们装好了钱母之后，不要让别人来碰，尤其是他的运气不太好的，我们不要让人家碰我们的钱母，钱母是我们个人的。所以当你如果你要请老师的皮夹呢，你是要提供出生年月日的，如果你没有知道时辰的话，你要写吉时，老师会根据你的生辰八字去帮你算你适合用什么颜色的。当然如果你看到这三个颜色，你第一直觉说我要红色，我要棕色，我要黑色，你也可以依据你的直觉啊。那如果呢你希望老师帮你算，老师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哈。好，那你看我就会把一些要缴水费的账单放在这个财富无边的这一个层，因为这个层我一般回去就会拿起来然后保持干净。好，那你看哈，我平常都会放一些外币，你看这个就是美金，然后就是有一些马币。当然如果你不是做比方说你没有投资外币，或者是你没有在做跨国的事业，就不需要这样做，你只要放你当国的钱币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去年呢我如果放个30,000块的新台币在这个皮夹里面呢，就会感觉这个钱的角落好像会被什么呀，好像会可以稍微折到这样哈。那我今年，所以我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呢，我就要求哈，我今年要做的大豪宅。好，那这个钱呢，如果你要放在这个钱包里呢，你就是要像我这样哈。你看我的钱都是对同一个方向的。为什么我要对同一个方向呢？我要让我的钱的能量都是同一个方向，然后为我效力。这是我的钱，这是我的钱，所以我要他们对我齐心，所以我要把他们摆得整整齐齐。每次我回家呢，都会把所有的钱呢摆得整整齐齐。然后呢，如果有那个钱比较破旧或者不小心撕破的，我会隔天就把它整理好，用个信封袋装起来，准备去银行兑换或者是存进去。那通常我放在皮夹里的钱呢，一般来讲都我不会放太旧的钱，太旧的钱我会去跟银行，当然就是也不用全新啦哈，但是就是说不要太旧就可以了，只要你拿起来觉得很舒服，那个是最重要的哈。好，那我的卡片呢也不会带很多，你看我这边呢就会放4张信用卡哈，然后另外这边呢就是以前常搭飞机会用到的一些贵宾卡。好，你看我还有这个，我还有一张这个 APEC， 有没有看到 APEC？ 好，所以呢大家都知道我是命理老师，我是以命理起家的哈，但是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好的事业家，女企业家，那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慈善家哈。我的基金会到目前为止捐助的这个奖助学金、营养午餐很多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哈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做善事哈，然后要理财，要给这个皮夹一个很好的能量。我常常觉得就是说，为什么我的皮夹它这么有的能量哈？那当然不止这些设计而已哈。每一个使用呢都是我自己亲力亲为，那最重要是这整个财库呢，我是在财库法会，就是莲花生大士的这个财神三祖尊，包括财宝天王，包括黄财神，还有包括这个财源天母呢的加持哈。那还有一个重点，大重点就是今天的秘材，现在要公开给大家。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，你看这个拉链竟然可以拉到这一边，这个秘材呢，我要来给大家看，我要揭开今天的谜底。那么今年呢，一定要放的财神唐卡就是白财神。来，白财神是骑什么的？
骑龙，骑在龙上面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今年一定要白财神？为什么？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礼盒是白色的，就是白财神的意思哈。那为什么用白财神呢？白财神是最迅速由贫转富，白财神是最快拔苦，把你的贫，把你的困，比方说你这个刚好在困境里面，在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有了白财神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OK， 那这个白财神你要怎么运用它呢？你不用写心愿，你不用写心愿，今年的白财神他太强了，你不需要写任何的心愿。你把他请回去的时候呢，他已经知道你的痛苦了，所以你摆上这个，我今天摆上这个呢，立刻呢又成交很多的方案哈。好，然后我会怎么摆？我建议你把你的 ID 啊跟财神摆在一起，还有呢健保卡，好，还有呢一张名片。名片呢是要帮助你的身份地位步步高升，健保卡呢是让你远离疾病，好，健康长寿。那身份证呢是代表你的身份地位呢，就是也是步步高升，好，升官发财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把这一些呢放在一起，用一个感恩的心，微笑的能量，把它呢装在中间的密财库里面。然后你看这个密财库里面也是满满的什么牡丹花，花开富贵。所以白财神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，是因为哎呀实在太可怜了，太多人裁员，太多公司要倒闭了。今年我要把这个骑着龙的，哎，骑着龙的速度最快，龙天护法。我们呢拜菩萨拜佛，这个都是修身养性的哈，但是我们拜白财神，他是有龙天护法，好，他是有很多的助力，有很多的法力可以帮助我们的。那这个放进去之后呢，就不要轻易的打开，不要跟人家炫耀说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是白财神哦，给你看哦，给你看一眼哦，哎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好，我们就点点嘛坦就好了。那你们觉得今年大很多，好，加倍放大，你的钱呢可以在里面钱滚钱哈。就像你可以在很大的床上面滚来滚去，有没有很开心啊？哈，钱滚钱 ，OK， 好。那除了呢，财神三祖尊的财库法会加持，特别呢，我也迎请白财神来做加持。这个呢，就是贵人红。那我为什么自己就选这个颜色？当然，一方面我的八字也适合这个颜色，再一方面呢，我个人觉得，我这两年呢都是要靠这个知名度啊，靠人际关系来赚钱哈。那我今天呢就外财就认识了一个大贵人哈，来，这个是南港的这个南软科学园区的资玉股份有限公司的龚董事长。好，今天我就是跟他见面。如果白天有看我直播就知道说，我们公司呢今年呢，我觉得为什么我说我去年的皮夹帮我赚很多，是因为我今年呢当选百大网红，大家都知道嘛哈。那我今年呢就是在这个拍卖市场，就是卖我的画，义卖我的画的这个财数的这个金额呢也提高很多。还有呢就是我的公司呢今年通过经济部的补助方案，补助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开始要把传统的命理导向 AI 的产业，开始做人工智慧，开始要做机器人，开始要做人脸辨识，还有很多命理的测算，不管你三更半夜心情不好，不管你在遇到前途没有办法抉择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到宇昂老师来玩。那有很多的游戏我都是做免费的，利益众生，让所有的朋友呢
可以在你这个运气不是很好的时候呢，希望给你一股暖流，给你一个助力。那你知道做这个在这个南港这个南软科学园区呢，要进去是很不容易的哈，这个也是要这个经济部给你认可，你是一个优良企业，你是一个有潜力的企业。那你知道吗，大部分能够通过的都是 IT 产业很强的，那不然呢就是有很多制造业，他们已经有这种国际 ISO 的标准了。宇昂老师呢是一个弱小的女子，那我们的公司呢其实是算服务业，那我们是第一家让经济部的这个官员对我们刮目相看的哈，因为里面很多都是我的粉丝有买钱包。OK， 好，那你知道答案了吗？买这个钱包很多人非常的期待哈。那我特别要讲，就是如果今年你没有买到，真的不要怪我，杨老师已经尽力了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全球的原物料都缺货，尤其是有很多怎么样？没有，我们想看小零钱。啊，要看零钱包，对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哈，小的有什么不一样？对对对，那今年的零钱包也要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差点忘了，这个拉链头一样哦，一样是模拟宝哦，那一样是财库不漏、财运不破的拉链，然后一样有外财库哦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呢，有时候你车票啊，或者突然间有一个小的东西卡片，你就可以塞在这个地方哈。所以呢，它还是有外财的部分哈，有没有很棒呢？然后打开之后，今年很特别哦，眼睛不要闪到哦，讲讲讲讲，有没有感觉很像貔貅的嘴巴？来，你看呢，这里面都有貔貅，满满的貔貅，侧边也有满满的貔貅，看到？有没有像一朵花？侧边连侧边都有貔貅，有没有？今年老师大升级。老师今年大升级啊，学本给他放下去啊，而且限量啊，好，那你看哦，这里面除了这两大格，你要看怎么放什么零钱，尤其是如果你在国外，你也许是有那种一块钱的、五块钱，像台湾我们就有一块钱、五块钱、十块钱、五十块，那你可以分门别类。那有时候我出门的时候，比方说我戴这个耳环，对不对？然后有时候下班了啊，下班我有一点累了啊，在车上我就开始想说把耳环拿下来，可是要放哪里呢？放哪里都容易掉。可是呢，因为我分了好几格，我们就可以拿一格来放小耳环啊，或者你有小戒指啊，当然你太贵重的不要放这里啦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出门啊会带一点小小的饰品、小小的项链、耳环呢，就放在这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子你就有点保护了，你就不会打架了，对不对？不然呢，有时候你出门在外，有时候耳环你就不知道放哪里，你要带个珠宝盒吗？不用了，老师帮你想到，因为我是女性，我自己呢平常除了要放零钱之外，我常常会把我的耳环，尤其是钻石耳环，就会塞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所以呢今年的皮夹是不是很漂亮？这是送的，这个是正品，你看哈，连正品都可以做到这么美。那你知道吗，如果这个以这个一线名牌的这样子做到这样的规格，然后用到这么好的皮革，你知道一个要卖多少钱？我们不要讲那个一线大牌，我们就讲那个就是那个一般的牌子，没有什么很有名的，甚至比宇昂老师还不知名的，这样一个七八千块、一万多块也跑不掉。可是当然不会给你这个价钱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纯粹做开箱哈，纯粹做开箱，再给大家看一次。你打开的时候会收到这个红包，这个红包也是老师精心设计的哦。扭转乾坤，财满库，库库库库库库库，这个钱包不要送人，留着自己呢。除夕夜的时候装一包钱，不管你要装多少，装在里面都会变多啊！因为呢，这是老师的祝福哈，这是扭转乾坤，财满库。是不是很棒呢？那这个就是今天的钱母，再给大家看一次。那这个钱母请大家不要再问了，它不可能单独卖的，因为呢我的设计就是天地人所有的 set 是一整个设计的。我给你这个你没有效果，你会说啊，老师我用你的钱母怎么没效果哈？所以不行，你一定要整套用哈，整套才叫圆满，整套才叫做发财，
整套才叫成功。这个聚宝盆上面满满的元宝，两边有两只貔貅把你顾好好、哦、让你不要赔钱，不要买到诈骗，然后旁边各有五只的貔貅，旁边两边是各四只，就是八只，让你财运八面玲珑，然后下面还有两只把你扶着你的聚宝盆，所以让你面面俱到。所以这一张要让你十二个月每一个月都发财，让你十二倍的大爆发，十二倍的大发财。这一张你千万不要说买了皮甲结果把这个这一张最重要的送人，千万不要。然后呢，今年的转运的重点就是白财神，他是骑着龙的，龙天护法跟财神一起来帮助你，他是最快呢脱贫转富的。所以如果你的公司即将要结束了或者干嘛之前，先想想看，如果你能够拥有白财神的加持是不是更好。那拿到白财神的时候呢，因为白财神的咒语比较长，你可以念南无白财神菩萨，南无白财神菩萨，南无白财神菩萨，念七遍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宇阳老师还有给大家一个祝福，亲爱的朋友，祝你2021年扭转乾坤，财富满意，大吉大利，吉祥如意，还有老师的签名。那后面呢有教你这个皮革应该怎么样保养，这后面有一张保养的。好，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，老师的电话地址还有网址都在这里哈。这个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厂家。那2021年是金牛年，天干是辛，地支是丑，丑呢就是四财库之一哈。所以明年呢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契机，就是说因为老鼠是比较桃花，老鼠也是比较易动的一年哈，也许很多事情都存在一个不稳定的定数。那么在牛年呢，你们都知道牛给人家感觉就是很辛苦，辛苦牛，对不对哈？我们要把辛苦牛转变成黄金牛，我们要把辛苦牛变成爆发牛哈。好，大家不要太担心，老师呢就属牛哈、哦，所以在牛年呢，我有准备的很多的招财的法宝，希望可以帮大家呢度过难关，也可以让大家发大财。好，现在就是提问题的时间了。去年有买，今年还要买吗？去年有买，今年一定要买。旧的皮夹怎么办？来，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。如果你去年有买老师的皮夹，你今年又买了老师的皮夹，这个叫锦上添花，越来越好。如果你去年没有买老师的皮夹，今年买了皮夹，这个至少是雪中送炭，赶快弥补一下财库的不足。好，那去年的皮夹，来，我的皮夹拿过来。如果你的皮夹像我去年用过的皮夹这么的新的话，你把它留下来当财库。好，这是我去年的皮夹。好，我不讲假话的哈，这个人讲话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是我去年的皮夹，你看还这么好。那你不要以为我很多个皮夹在用，其实去年整年我实在太忙，应该说今年整年我太忙，我只有用这个皮夹。好，那我现在来给大家比一下这个品质好不好。虽然我自己打自己哈，但是是去年了哈。来，讲讲讲讲，你看皮革的品质就是一个大升级，好，还要更好。然后侧面的来宽度，看一下哦，看一下，豪宅了，是不是豪宅？是不是豪宅？大豪宅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长宽也都多了一点点。那去年的它没有外财库，没有外财库，好、哦，还记得吗 ？OK， 这是今年的，太美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我真的非常荣耀的跟大家讲，我真的是怎么讲，大跃进，就是设计大升级，材质也大升级。那其实我去年年底呢，就有几个大陆的富豪还有台湾的富豪，他们想要跟我就是整个买断，就是一次跟我买
5000个、10000个这样子。但是老实说呢，我真的设计这个钱包哈，真的不是只是赚钱这一件事情。我觉得利人才能利己。我过去是怎么发达的，我也分享给大家。己欲利而利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一直是我的中心思想。所以呢，我想把这么好的钱夹来跟大家分享哈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一个一个销售，我所付出的功夫哈，跟我一大批可以就是一次就可以赚到大的财富，为什么我要选择一个一个跟你们结缘呢？只要你们不遗弃我，不放弃我，我绝对不会放弃你。只要你们想要跟着老师一起发，我一定牵你的手把你拉上来，我们一起，大家一起来更努力，在金牛年创造出更好的成绩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发愿要跟大家来结缘。所以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广结善缘。广结善缘不是说假的，是大家一起来发财。那我想所有的粉丝们在网络上在留言，常常会看到各国很多人都买不到皮夹，我真的能尽力我都会尽量的尽力。马来西亚的朋友跟新加坡的朋友尽量用这个马来西亚的 APP、哦一定尽量满足大家。那如果世界各国的朋友没办法用 APP 的怎么办呢？赶快加我的 LINE， 你私 LINE 我，你加入我的 LINE， 我们才有机会来为你服务。没有加入 LINE 我真的没有办法哈。加入 LINE 那每天问候的很多哈，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回你的问候。但是只要你需要我帮忙，比方说你需要皮夹或者你想要相关的说明资料的话，我都会尽量帮忙，好吗？所以颜色都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今年呢，并不是说你是属什么用什么颜色，我们今年很审慎，因为今年的财库要做到很细，所以今年是要用八字来看，是要用八字来看。所以我们只有两个方法，第一个就是你下单之后，老师会清算你最适合的财库颜色是什么给你。包括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朋友，我也做这样服务。全世界的朋友，只要你加入 LINE， 你愿意稍微等一下，老师都愿意给你最棒的。那有些人很猴急，我也可以理解，就迫不及待，跟我一样，我今天拿到迫不及待啊。我也没有看日子，还好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殊胜日，所以我也很幸运哈。那如果说你迫不及待了，我不管了，我就要直接下单了，我就要直接买了。那我再示范一下这个颜色。好，我手上这一个呢，就是贵人红，好，这是天罗地网，网尽所有的贵人。因为呢，人脉就是钱脉，所以我们如果要钱财运好，有时候我们是要靠贵人的。哎，像我今年就真的靠很多的贵人帮我很大的忙哈。好，那当然红色就会配红色，它是一整套的。然后再给大家看里面，哇哦，有没有？你知道吗？多一块布，多印一个印花，然后多车缝一个车缝线，都是钱。可是我要给你们最好的，所以呢，这一套你得到的你就是付好了，好不好？一次看三个颜色。好，一次看三个颜色哈。好，好，一次看三个颜色。老师可以直接挑自己喜欢的颜色吗？也可以直接挑自己颜色，如果你等不及的话。如果你实在等不及，有没有漂亮？漂亮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不要啦，不要一次买三个啦。其实今年是真的非常非常限量，限量啦，拜托不要一次买三个啦啊、哦！每个人有一个来用就不错了啦，好不好？但是也要送给阿姨妈妈，阿姨妈妈哈，都要啊。哇，这个送出去哈，这个送给部署啊，这个送出去，因为它是一个礼盒的形式，帮你咬钱啊、哦，送给你们的这个啊、我们公司的长官啦、啊、部署啦、啊、哈。像我去年就送小编一个，果然他帮我赚很多钱这样子，因为呢，我就把它当貔貅了，它就是我的貔貅，真的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哦，好，你看，哇哦，漂亮吧？对，贵人共佳。所以你跟去年的一比就知道说它的品质有没有，是不是大要件？男生可以用吗？男生一定要用啊，男生难道你还要对折吗？还要这个又那个，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那个叫什么，鞠躬哈腰啊。来，你看看齁，我们再看一次哦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是今年的厚度，这是去年的大升级好、啊、然后长短也
不太一样、哦、比较小，有没有 看到今年要住豪宅，今年感觉很有质感，对不对、哦、我们一起发兴旺发，今年设计很美，谢谢配音会永远跟着老师，感恩你，谢谢谢谢大家，真的我也超爱你们，你知道老师为什么可以走到今天，然后还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国家经济部给我们这么大的肯定，其实也是有你们做后盾哈。我只要把我的手机拿出去说，你看我有93万的粉丝，然后大家就哇，然后他在看我们公司的营业额哈，然后再看我们的 EPS， 他就会说哦，袁老师你太厉害了哈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们不喜欢叫我老师的话，请叫我董事长，好吗？这个犹豫就没有了，犹豫就没有了，犹豫就没有了哈。我们讲明，因为有时候看重播也不准，应该说就是，其实就是有加我们的 LINE 啊，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啊 ，FB， 其实都会知道第一手的销售。一直消息，一直看我的 FB， 就会收到第一手的资料、啊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开箱成功哦！好想要哦！谢谢大家，哦、开箱成功，每一个都好漂亮。对啊，好漂亮到闪到你的眼睛的漂亮。OK， 谢谢大家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大家可以再继续留言给我，我们都会回复，然后我们都会回，对，我们都会回复。那今天呢，你问怎么加LINE加一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这个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，这个是关键能不能请得到，因为这个太稀有了哈。今年原物料啊哈，那你知道所有国际的一线品牌都不做了，因为它不划算，它不做了，疫情的关系哈。那宇昂老师呢，傻傻的还在做，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粉丝都已经很习惯，每年要换一个新皮夹。每年有新皮夹，就有新思路、新思维，就有新的财路进来。所以呢，祝大家恭喜发大财，拜拜。